圣公会圣法兰西斯堂圣灵降临后第十七日，主日晚祷崇拜，纪念大树的西奥多。2021年9月19日，上帝借着福音呼召我们，好叫我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安静跪下，以谦卑和顺从的心承认我们的过犯，使我们靠着主无穷的良善和慈悲得蒙赦免。最慈悲的上帝，我们承认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，在我们已经做了的事和该做而未做的事上得罪了主。我们没有全心爱主，也没有爱人如己。我们真心认罪，全心悔改，求主以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，叫我们可以敬爱主的圣礼，遵行主的圣道，荣耀主的圣名。阿门。愿全能的上帝怜悯我们，因我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增强我们行善的力量，以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，常在永恒的生命之中。阿门。上帝啊，快快搭救我们。主啊，速速帮助我们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恩慈的真光啊，纯洁而辉煌，从天上永生圣父而出。耶稣基督啊，圣洁而多福。现在夕阳西沉，我们眼见暮色苍茫，我们歌唱赞美上帝、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无论何时，你都配受欢声赞扬。上帝的圣子，赐生命的主，万古千秋永被尊崇。诗篇：耶和华的圣民呐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确实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。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求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第一经课记载在雅各书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哪、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是主的话语。感谢上帝。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心焦气傲的人就被赶散。他叫有权柄的侍卫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因他眷念他恩慈的应许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做的应许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第二经课记载在马太福音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
家主若知道己今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，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这是主的话语。感谢上帝。心愿之歌求主颂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主民以色列的荣耀。但愿荣耀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起初这样，现在这样，以后也这样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我信上帝全能的圣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圣子，因圣灵的大能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害埋葬，他降至阴间，第三天他复活升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，他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的教会，我信圣父相同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主也与你同在。我们要祈祷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父今天赐给我们，又求饶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父的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求主向我们大显慈悲，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求主使你的仆人正直公义，使你的子民欢乐歌唱。求主使天下太平，因为只有在主里面，我们才可平安度日。求主看顾我们的国家，引导我们走真理和正义的路。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，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。主啊，但愿贫困的人不被遗忘，使贫穷人的盼望不至落空。求主洁净我们的心，用圣灵扶持我们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不为地上的事焦虑，只爱慕天上的永福。更求主使我们虽然现在置身在瞬息万变的时间，却能恒心持守永远长存的事物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权，唯一上帝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你将恩典和智慧赐予你的仆人大树的西奥多，使他在分裂之处建立合一，在混乱之处建立秩序。恳求主借着圣灵的运行，在你的教会中建立敬虔的合一与和睦，通过言语和榜样传扬和平之子的福音。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权，唯一上帝，永无穷尽。阿门。至圣的上帝，凡洁净的心愿、正直的意念、公义的行为，都是从主而来。求主将世界不能给的平安赐予你的仆人，使我们专心顺从你的旨意，并且依靠你，不怕仇敌，就可以在平安和宁静中度日。这都是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阿门。阿门。上帝啊，你是独一的救主、和平的君王、耶稣基督的父。求主施恩，使我们能慎重地体验因目前彼此不愉快的分裂所引起重大的威胁，除掉我们一切怨恨和偏执的私见和各样妨碍我们同心和好的事。因为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位，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上帝，就是众人的父。所以求主叫我们在同一的真理与和平、信心和爱心里合而为一，可以一心一口赞美主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主使我们成为主和平的工具，有憎恨的地方散播仁爱，有伤害的地方散播饶恕，有纷争的地方散播联合，有疑惑的地方散播信心，有失望的地方散播盼望，有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，有忧伤的地方散播喜悦。求主施恩，叫我们不要过分求别人的安慰，而是要去安慰人；不要过分求别人的了解，而是要去了解人；不要过分求别人的爱，而是要去爱人。我们施舍就有收获，
宽恕就被饶恕，死亡就得进入永生。啊，全能的上帝赐万恩的福，为了你对我们和对万人的良善和慈爱，我们这些卑微的仆人虚心地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创造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并将今世各样的福赐给我们。我们特别赞美你无比的爱，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，并赐给我们受恩的方法和荣耀的盼望。求主使我们认识你的恩惠，能以真诚感恩心显明你的荣耀，不只在口头上，而且在生活中奉献自己为你服务，一生行圣洁公义的事，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，用我们全心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赐恩典给我们，叫我们在这时候同心祷告。主曾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应许我们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举起祷告，主必在他们中间。现在我们所愿所求，若是对我们有益，求你允准，使我们今生明白真道，来世得享永生。阿门。我们要赞美主，感谢上帝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。阿门。阿门。